最早是清华 University Network Administrators 清华大学网管会，就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其实是自封的，后来就强行递归缩写改成了清华 University Tuna Association， 就是 Tuna 就是 Tuna。 OK， Tuna 现在是干什么呢？他现在他提供了很多非常厉害的服务，比如说开源签证站，这个很多人已经很熟悉了，还包括一些 DNS、NTP， 还有一些其他的杂七杂八。然后 Tuna 这个历史也是一波三折。光从镜像站来看，其实也是有很长的历史，就有很多不同的组织，最后分支融合，最后就到现在的 Tuna。最开始是2003年有一个叫 SNS 的东西，这个难道是没有比较熟悉？就是学校刚通网的时候网还不是很好，就需要一些人来好吧，真的是刚通网，就听起来像村里刚通网一样反正在当年就是学校刚通网的时候网还不是很好，需要一些人来维护一下，然后这个时候就找了一些学生搞了一个启蒙助学，类似启蒙助学的东西，叫做清华大学网管会，英文名是 SNS， 就帮大家修修网之类的，顺便还搞了一个 FTP 站点来提供一些开源免费系统和软件的下载，这个其实已经有开源镜像站的雏形，好奇怪，可能我 freestyle 的时候都分不了一点，然后就总之就是用一些非常一些古代的服务器和一些古代的同步方式，比如 sync 点 sh 还有 crosstab 不是古代的这个技术，现在还是古代是指它产生于这个计算机意义上的古代。OK， 反正就是一堆服务器换来换去就不断的变好吧，但也不是特别的好，海量存储的可以行。然后这个还找到了当年网管会的一个介绍，后来呢又出2009年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清华开源软件俱乐部，这个我们找到了徐老师当年发的一个帖子，说他把这个 FTP3 的上面的软件重新整理了一下，就只保留了反刀软只保留了反刀软的九和十，这个北刀软只保留反刀软只保留九和十，还有 Momentum and Debian 还是有的还不小心泄露了一下，就是徐老师今年刚刚从日本回来，他作为青年千人回到清华来任教，然后我们也非常荣幸请徐老师当天马协会的顾问，今天是第一次宣布这个消息，此处应该有掌声。这个顾问没变 OK， 这个顾问委员会那个一个人的顾问委员会可以吗？好，我们言归正传，继续说现在的历史。后来到2011年的时候，又有一个 FTP 四，然后如果对，我们现在回过来看一下，这里面有一个 CONTS， 这个 S 是什么？这 S 是 Association， 这个 CONTS 是那个电脑协会，就是到了2011年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东西叫做电脑协会横空出世，这个历史也非常复杂。今天场合不太合适，回头有机会慢慢来介绍。总之就是当时出现了一个电脑协会来管这些它就是没电，好，那块有电池，下面那个盒子里有没有强大的技术设备？好，就大家可以看看，从这图可以看出来，当时电脑协会风格非常的耿直，就有人挂出一个海报叫清华大学互联网协会招新，下面就又挂一个海报叫电脑协会也招新。OK， 之后就听了大概有了两个新的服务器，一直到2011年，就，你继续讲，这个电脑协会呢，后来就变成现在的听了，就。
觉得这个 Computer S 这个名字不太不文雅了，而且叫做电脑协会了。其实名字叫电脑协会，实际上干的是开源软件和网络的事情。每到招新的时候，总有人问我们，你们能教我们用电脑吗？你能教我们就是用 Word 吗？或者怎么用 PowerPoint？怎么做网页？但其实这些，至少我是不怎么会的。我不知道其他人可能会，但是，也没有这些教学的活动，所以这个名字不太合适，就改成了听大协会。风格还是一如既往的耿直，叫加入听大协会满心的向往的人。下面小字是只能下载开源软件。然后现在我们的镜像站，现在在清华云上，所以这个服务器性能之类的都非常的强。然后我们再回顾一下整体这个发展流程，一波三折，中间省略了这些不能讲的故事。OK， 然后听到我们都办些什么活动呢？首先，我们每周会搞一次技术小聚，当然也不一定是技术小聚，如果你想那个吃简餐、喝喝披萨，为什么喝不行？吃披萨、喝喝咖啡也是支持的，也可以报销。但大多数时候就是大家聚在一起讨论一个技术话题，或者请一个同学来办一个小讲座，或者在一起写写代码、开发一些东西、甩甩锅，这些都是有。然后这个上学期我们举办了各种活动，就随便念两个，比如互联网的乌托邦时代、飞轮生理卵系统及 PGP、.NET、机器学习、Emacs 乱七八糟的。如果这学期大家有同学想讲的话，也欢迎来找我或者找其他任何一个人报名都可以。为什么下面没有年份？可能是不同人来更新。好OK， 然后还在图书馆搞了一个拉汉讲座。然后现在还会搞一些大型活动，像类似这样的大型活动，里面请写了鸟哥的 Linux 私房菜的那个鸟哥来给大家分享一些人生的经验。然后再比如听大会办各种开源软件的 release party， 这个照片里是去年 Debian 的 release party， 我们请到了他 Debian 的负责人 Chris Lam 给赠送了一个淘宝上70块钱还是90块钱买的蓝厅级区高仿品。然后当然还有非常重要的是软件自由日，这个图片是2015年软件自由日，还真是好像貌似也是这个教室，也是那个历史的轮回，是吧？然后当然还去参加了 LinuxCon 这个活动，这个之后会再介绍。然后还会今年的照片，这个是去年，当然今年也参加了，明年。如果有能请办法搞到门票的话，也会参加。如果有人能赞助门票的话，就更好。明年在上海哦，明年在上海哦。啊，明年在上海，那能赞助门票和那个差旅OK， 然后天亮还会去全国各地，然后跟不同学校的姊妹社团搞一些联谊，比如这个是我们去年到了南方科技大学和他们的那个 LAG 一起搞了一个。还是经常之夜的活动。天大会把同学们的那个博客汇聚起来，放在一个 GitHub 的页面里，然后这个是任何人都可以加入到这个列表里，只要去访问下面的网址去提一个 pull request 就可以。之后呢，天大还会把遇到的好玩的事情，比如那个聊天的时候谁说的非常好玩的话，放在这个叫做段子的这个艺术里面。那时候把网线剪屏站出来。因为每次讲网线这个梗的时候，现在没有人会笑。滥用 GitHub 吗？算是滥用吗？还行吧。然后当然还有这个，为什么有人发弹幕？好奇怪。这个弹幕系统也是听了开发的。然后呢，是用 Qt 和 Python 来写的。把那个 Verilog 的部分贴出来，大家就能看一下。还有用 Verilog 来写的，现在实现了一个硬件弹幕机，不过这个主要是李翔做的，不过它后端还是接入了现在。有，直指 emoji 啊。然后如果刚刚没有上车的同学，现在还可以扫描一下这个二维码。它就是字体里面。Verilog 部分是烧起来右边有什么吗？是的。FPGA。对，嗯 ，Zinc 的 FPGA。如果你想学 FPG 的话，可以找那个同学。啊，不对，他什么都会，想学什么都会。
OK， 当然最重头的还是 Tuna 的镜像站，这个主页就是指主页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反正总之就是列了大概一百多个项目，100多个开发软件项目，我们再把它经常把它的那个软件同步到我们的服务器里，这样校内同学可以免流量下载。对于中国这个访问国际互联网不是很容易的这些用户来说，也可以用一个很高的带宽、很低的延时从我们这儿来下载到这些开发软件。目前，国内除了校内以外，校外很多的公司，除了最大的像阿里那些自己有镜像站的一些公司，其他公司很多都在用我们的镜像站。然后现在服务器是在清华的，清华云上面的两台机器，这个是哪位老师大力支持？那刚才那个德班的那个 http://2.cn 的德班.org 是指的是什么 ？http://2.cn 的德班是吧？啊，这个就我们是某一些那个镜像的官方，一些开软件的官方镜像，所以他可能会把一些域名转到我们。当然，这个其实是不合规的。HTTPS 那个，就他们不是那个。换句话说，你也没记住是吧？啊，是。啊，这个不在这。然后这个是机房的照片，其中可能只有一台、两台是我们。哎，对，下次不说实话了。存储在物业结构，还有一些自己搞的一些黑科技，比如 rsync 坏，他把它魔改了一下 rsync， 把一些那个原数据来就是加快这个速度，不是加速，来降低一些 CPU 的占用。Tuna sync 就是用来替代那个 sync.sh， sync.sh 就随便系统，还有 quantype 这些东西，这个是用 Go 来写，然后配合 systemd。这个项目目前还可维护，不是这个项目，我当然还改了，必须可维护。你想大一想活着，这什么都会的。我把单元测试都提高了70%几了，对吧？还是可以维护。然后这个镜像站的带宽大概平时在1G左右，用户遍及世界各地。都来骗你，都来骗我。不要瞎说大实话，不是我。然后统计，还是想来看统计一下，只有2%的用户是来自清华校内的。从全国来看，也是全国到处都有。毕竟全世界都到处都有，全国也到处都有。然后只有全国来看，就是总体来看，只有6%的用户使用 IPv6。校内的 IPv6 的用量还是比较多的。然后。看大家都喜欢下载什么开源软件，最下载最多，下载最多是乌邦。广受大家喜爱的20，只占了1.57%，很高了。很高了，很高。然后FedOS是0.59%，上完20错了时间呀。不过这个你是按请求数来排的。对对。所以就是如果你的软件包非常的细碎的话，那你看20天天滚它才只有1.7%。那你看你说什么大事那我问你会带电把包拆成什么碎成什么样子。好，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村长而且还对我们的活动非常感兴趣的话，可能我们在网上聊天会用 Telegram， 这个是和 IRC 连通的。这个我还建议那个 IQB 到现在用这个。就你可以RSC 上的 Tuna 可以打开那个加入链接，如果你能看得清的话，然后我们的所有的活动通知都会发在邮件列表里，就是 tunagenerals@googlegroups.com。这个都可以上 Tuna 的官网去看详细的信息。好，这个 slides 是基于其他人，我随便改了改。OK， 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 SFA 的活动。下面请红毛软件的温春福老师。谢谢。直接发一个红包，或者你要这个老师，有点小。网推荐新装服务器。你还是11啊？就不是，你有什么系统？还是11？不是，就订个续了是吧？不，就是。就我们选了 Snap， 然后就先不考虑需要付费订阅这个，所以你还是要签。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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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那我们正开始吧。郭老师同学啊，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那个鹏邦网店的工程师，我叫文春。今天很高兴啊，借这个自由网店的活动啊，能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个人对这个开源的看法和分享。那我们知道这个开源不管是你承认不承认，实际上它每天都一个我们生活离不开啊，让我们平时使用比较多的终端啊，安卓。那本就在2017年开这个开发这个的时候，就是一种以开源方式发布的。那安卓系统到现在之所以如此的成功，一方面跟它的那种发起人谷歌在这个软件行业的什么带头大哥地位有关系，另外跟它的那种采用那种方式也关系。我们知道在2007年以前，摩托罗拉也在开发历史和加。
这个 CYPS 是那个电脑协会，就是到了2011年的时候，突然有。